不然去给他消费一波。我变得可爱一点。我刚才帮你去商城看了一下，是呢，那个补给箱子就是里面就是很酷炫的史诗和传说的那种，就是有那个女皇和那个爱丽丝还有风帽的那个系列。然后下面如果你想要服装更多的话，嘿嘿，看我啊，箱啊，你已经买好了吗？我是开的盒子，直接开到了。开的啥？哇，你怎么运气那么好？啊，这个很难开到吗？它这个不是史诗吗？啊，它上面是金色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我的天，我把以后把号给你了，你帮我抽吧。我再抽一个看看。你再抽一个试试。这个不是史诗，这个只是紫色的，如果抽到那个黑白的应该就厉害了。我抽一下。啊，我抽到个更可爱的，我觉得这个好可爱。等一下，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子盲目的消费，应该这样抽。猪猪搂爆了，在你旁边开着。一个要先开一个，然后如果没了我们再去开十个。你看了没，抽个绿色的，然后我们直接开一个十个的，绝对中。这一把就是金色，你信不信？金色，你看，真的出了。出了吗？你出了吗？出了金色的手杖，出了一个金色的手杖，厉害吧？可以啊。等一下啊，我再试一下。然后这波出了金色，然后我们再开一个一个的，你看没？是吧，我很会抽奖吧。这个是蓝色的布，我们要再继续抽，抽到绿色的，看能不能抽到绿色的。完了，出了一个紫色，哎呀，这就不好意思了。啥？出了一把枪的皮肤，玄学。 OK， 绿色了，抽了一个花朵，这个很没用。然后这个时候再来一个十连抽，金色传说。没有，没出金色，再抽一波金色传说，要出了风帽子，这个还好吧？感觉再抽一波，金色出了，出了金色那个白黑白那个吗？啊，对，我的天哪！怎么样？我抽奖是不是有一套？你抽我看看，刚刚我看看，怎么说？抽奖是不是有一套？牛逼啊！但这个不好看呢，我感觉。它有个好看的，你现在多少？你现在多少那个了？右上角那个，它下面有一个挺好看的，它下面有一个，你查看全部。你如果有1500的点券的话，你就可以买那个彩虹少女套装，那个好可爱呀、啊。你把商城往下滑了，它有个点券兑换，然后它里面有个彩色少女套装，要1500点券，要多少点券？哪个少女啊？我看看，就是点券兑换，你往底下滑，有个紫色一排点券兑换，你点查看全部往底下滑，就会有个紫色的全新少女套装，好可爱。可爱呀、啊！花匠，我觉得花匠没有甜心少女可爱。你往下滑。咦，这甜心少女像个幼稚儿童。她多可爱呀、啊！人家头上还有小翅膀，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头上小翅膀的花匠，她头上有朵花呢。那花匠不好看。花匠的表情好看很多，好吗？花匠。我甜心少女眼睛是粉红色的，你看是粉红色的。花匠的你的眼睛是蓝色的，蓝色的。花匠灰不拉几的，跟土里挖出来似的。你发什么癫？这甜心宝贝哪好看了？这是眼睛像个智障。你看他背后，他金色头发，他背后有小翅膀，你没看到吗？他
背后这小错，但他衣服就版型不好看，这花匠的版型多可爱。你那个版型就是最普通的一字版型啊，特别难看。可是他的头发很可爱呀、啊，团团的。这头发，你先去上比金色不好看吗？我看这个会出啥？这个也有衣服哎。那这个不是紫色的，彩虹补给吗？彩虹补给就是你往底下翻，你往底下翻，它有超多衣服，就是你看，你往底下翻，全都是衣服，它那个装扮，全部都是衣服。它有猪头的，你看到没？它有猪头的。我看到一个双马尾，好看。要消费一波吗，团总？消费，这不消费还更难核实。消费起来！猪头，我看到猪头了。可以呀、啊、你。我第一次就搞到猪头，不好意思啊。这双马尾好看。哦呦，开了一个八戒黑甲，金色的。没有钱，我不知道你在说啥，你开心就好。现在桌子的飞机，哎，还有一个粉红爆服，哇，这个好可爱呀、啊！这些衣服的少女心爆棚。是的，这个彩虹补给箱里有特别多衣服，特别好看。哎，我还开到了一个孙悟空的，孙悟空的头。我想开这个双马尾，我看能不能开到这个双马尾。我问你一下多少钱？不知道。我带你去玩个好玩的。什么东西？你退出来，你点上面那个缤纷房。我看那个贼丑的那个，我觉得我俩的商城出不来了。在哪里？在哪里？我要消费。就是、在那个彩虹补给箱上面。彩虹补给箱上面。那个、房场。自选房场吗？对，你可以选，你可以看你喜欢哪一个，你就选哪一个啊！我觉得都很好看。但他只能选一个，什么意思？只能选一个吗？对，选一个，然后你选择他立刻返场，然后你就可以买这个固定特定的箱子，然后开了这个箱子之后，这个箱子里面的衣服你就有机会抽到。我觉得这个可爱，哪个？七夕吗？这个两个小娃娃也变的。你先别告诉我，我们俩猜一波，我猜一波，好吧？你心里想一个，你别告诉我。我想到了。好，那我说了。在哪？你的性格，你是什么？灰不拉几的。我猜你喜欢寻宝探险，是不是？你放屁！你不就喜欢那？那你喜欢2077是不是？我选的是2020年女神节。果然是这种灰白色的，你抽吧，好看。周姐夸我可爱，周姐为什么突然夸我可爱呀、啊？给我开！中到了，直接中到，哇，两套！啊，你直接就中了，什么鬼？我怎么不信呢、啊？我直接中了两套，两套稀有的，直接给他中啊！我返场了之后直接。两套稀有的，我给你看一下我这套啊。你偷偷告诉我，你偷偷在我耳边告诉我，是不是给你调了？没有。你是不是给你调？你就我们俩说实话。怎么可能调了呢？这个东西调了就等于说要重新让公务员给你设置个那个，你觉得可能吗？太气了吧！你怎么运气那么好啊？我不知道啊，这是不一般。你看我就是要这个发型，哇，这个发型好可爱哦。哎，这个猪啊，这个猪。这个发型好看，但是我要换一个。我觉得你新抽的好看一些。等一下啊，换个好看的表情。这个茬儿长得就是有点……哎，我之前那个好看的表情呢？你去面部里面，这个里面就有表情，这个。为什么要穿的这么好看？穿丑一点不香吗？这
是啥？我的天，这么潮流！我很期待看到你变成什么模样。我觉得这个好看。哇，这个还是隐身皮卡丘？哪隐身皮卡丘？等一下，我要换这个，我觉得这个好看。金的、黄的、紫的衣服，我酸死了我。它会隐身，它那个隐身猫咪是因为它就是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那个风那个猫嘛，那个猫的特长就是它可以隐身的，它做的就是爱丽丝的一个联名的，这个好看。我要搞一个丑一点的表情，等一下。哇，这个表情好看。这个表情好像个男孩子哦，我变成个男孩子了。你真穿那个猫了？嗯。你那么多粉嫩嫩，这不好看吗？都不要。你看。我就给你抽个这个，你给我这不好看啊！我帮你穿那些粉嫩嫩，你那个小甜甜呢？我有个隐身呐，好酷的！你不是有小裙裙吗？你不是有小裙裙吗？你不是粉嫩嫩吗？给你看一下我的小裙裙，等一下啊！你给我看一个嘛，你纯气我呗，纯气我，没眼。我换一个帅气一点的姿势，拿个香蕉。这好傻、啊，这啥、啊？一头猪。这个拿个香蕉很搞笑，这个拿个香蕉。动作还有动作。哇，这个帅！不行了，不行了，我在商城里出不来了，我在商城里出不来了。这不很正常吗？女生在商城里谁出得来？金主妈妈再给我充点！我在商城里出不来了，好快乐！太可爱了，这些衣服真的。对，这个我还不能买。哇，这是什么？这个羊咩咩，不行不行，我要再开两个箱子，等一下啊！你开了，你又不能穿，开吧。紫色一下就出了个紫色，这是什么？绑绑狂战士啊，好厉害！出了个啥？动作。好，绿色了，哇，出了个好漂亮的脸部。删了。不行，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最亮的仔，完了这一波有点坑。你如果宝贝，你如果把你的那个点券弄到1500，你就能直接买你最喜欢那个花匠了，你兑换了。我天哪，我又抽到了一个很适合我的一个头型，野猪头型。那确实很适合你。可以了，不抽了，不抽了，这回真不抽了。来，兄弟们，你们加我的好友。你们加我的好友，然后我们给你们开一个水友赛吧，开一个吃鸡的水友赛。等一下，你们谁杀了我的话，就奖励500元的现金红包，好吧？我们开一个水友赛，等一下啊，我先换一套装备，不行，我又想换了，我出不去了。这是啥？换一个粉粉的好吗？你看这个好看吗？你要出来了。好不好看？我求求你，你的马尾辫呢？你的双马尾呢？这好看吗？我走了，我走了，你先等会儿。我走了。
不是，这多可爱呀、啊！好好好，我搞一个女孩子一点的。等一下啊！对嘛，你有那么多好看的小裙裙。等一下，我给自己整个小裙裙。我好歹我穿不了，你在我旁边，你给我看看呀。哎，我戴绿帽子哎。不关我的事儿，绿帽子不关我的事儿。我换个这个裙裙。这个裙裙好看呐。好看吧？妈，灰色的吗？我在直播间看，我还以为你穿爱丽丝那一套呢。我爱丽丝好看啊，这一套多，我已经不止，我已经不止了，好看，这一套好看啊。是的，朴素中带着一丝少女，俏皮带着一丝俏皮，俏皮中带着一丝刚毅，刚毅中又带着一丝坚决。哎，这个更配。什么？你又是？你搞我了吧？你觉得我进游戏是先杀你还是先杀他们？这表情啊，这表情之前好像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表情，我记得之前玩的时候还有这个，好多好看的表情。哎，这个表情最好看，说实话这个表情是最好看的。等一下，我换个好看一点的头发。那个的名字还叫色长拉尼，吃啥吃死了你，谁死了你，这是眼泪。这个我要笑没了。哦，天哪，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整个好好，我等一下。这个为啥？你这样很容易被，你这样很容易被打到哎！就大家一看血型了，你就知道打的就你了。这个猪头戴这个真的挺适合的。男团本团是吧？这个好看啊！哇，这个真的太搞了，我喜欢。要开水有菜吗，堂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说，这个一定要配一个，就是那种少女的，你知道吗？配一个很少女的衣服，配个这个，配个这个，完事了之后呢，这个女仆装也可以，感觉。你瞧，你不要侮辱女仆装，你不要。这个好看，然后配一个头部。不要这个脸配女仆装。求求你，不是这个好看。这个游戏有对商吗？没有的话，我把这个钱领了吧。这样子，你看这样子好不好看？你干脆就走那个蓝色的吧。那个刀，一个刀，像个刀一样，那个蓝色的那个刀。OK OK， 就这个了，就这个了。穿个高跟鞋，穿个高跟鞋。谢谢晴天，谢谢我晴天的空投，谢谢我晴天，谢谢。弄水有赛吗？弄水有赛，弄水有赛。等一下，我开一个水有赛啊。要不先把队伍退了。我先退。经典模式，然后密码的话，就不搞密码吧。哇，还可以设置水右赛模式啊，无敌呀、啊！这还可以调枪嘞，可以。对呀，这里面真的超可爱。我刚才进去了一下，它就是 UMP45也有，就什么 scar 也有，什么都有，医疗包什么都有，特别可爱。就跟感觉动画版的那种一样。等一下，我先告诉你密码，你快准备进啊！一条小团团的房间。
然后扣是多少？然后房间我还没创呢，等一下，我先把密码先不告诉他们密码，先让你先进。嗯嗯嗯。密码长度不对。我拉你，然后房间名叫一条小团团，一条小团团，然后一条小团团的房间，然后密码是6969，大家可以进来哦。你们关注了我的朋友们，在同一个区的朋友们可以进来哦。我直接把密码设置关掉吧，省得大家输。嗯，他们很强，你知道吗？我刚才看。就是跟我一起玩那个路人大哥，就是他直接可以飞的，就他在游戏里不是我们都靠跑嘛，他可以突然住住住从一个山头飞到另外一个山头去，特别的强，是可以飞啊。你是不是没玩过啊？我之前没有玩。靠你了，团哥。我觉得这个吃鸡的模式比较好玩一些。好，我也觉得。堂哥，你被人耶罗汉了。嗯？哦，转移。二号成为新的跳伞队长。堂哥，你是真的？怎么做动作？我想做动作，我想烧起来。我趴下了。我感觉他们也很丑啊，他们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好不好？你干人群中你自己亮眼。你们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啊，好吗？人家比你好很多，好吗？你看你，你放屁，都长得是花里胡哨的。人家好歹是正常人，我看看这个，就是丑得很独特。不是，这怎么歪头啊？我也想歪头。我不会啊，我也不会歪头，怎么歪头啊？他们怎么歪头的？哦，我找到动作了，团哥，在哪？右上角那个像个香肠的形状，你把它点开就有动作了。就不知道你装备了没？你看我帅不帅？你帅啥？你再来一遍。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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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准备跳伞了，队长。咚！这个咚！这个咚！完了，他们会狙击我怎么办？他们为了得钱肯定会狙击你啊。那怎么办呀？那我们死了怎么办呀？你看我帅不帅？你看你就是典型的一个女孩子。哇，还有比我更优的，这个人叫你爹。我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啊？我这个瞄准模式，我都没有歪头。我这也没有啊，他们好像是等会儿点了那个什么，点了什么东西之后才能歪。刚才好像是捡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可以歪。现在有了没？我们跳哪吧。你丫的，你就拽着我的脚往下飞吗？跟谁呀、啊？这就叫传说中的跟随。哇哦！哇哦！我直接现在把伞一开，我们两个会被摔死了。为了不给钱，我们将会。那让我上，哎，底下有人呢，有人跟我们飞一样的地方了。别闪我们！我这边卡炸了，我跟你说，我这边卡炸了。我跟你说，堂哥，地上全是人，前面是吗？左边有点残血。是吗？哇，你看你的降落伞好可爱，你下面是茶壶哎。是哎，哇，他们已经开始杀了！快跑，快跑！我跟你，哎，已经有人在打我了，宝贝！快跑，快跑！我跟你说，你前面有人，在天上我枪声。啊！啊！不要打我！我跟你跑，你跑，你跑！我帮你肉搏挡着，我帮你肉搏挡着。我在跑，我在跑，我在跑。快跑！你快跑！哎，后面有个人，后面有个人锤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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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锤他！锤他在哪里？在哪里？在你背后。你在哪里？在哪？我来了！
锤他，锤他，锤他！快锤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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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吗？他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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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了！我死了！我死了！被淘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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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叫什么？他叫藏森森。哎，恭喜这位同学获得500块。唱森森。他是什么？唱森森吗？唱什么？发闺蜜了，哎，怎么风又起也在里面？就是为了杀我们，不择手段。为了要500块钱，这几个鬼，至于吗？哎，是的，好卡哟，我这个游戏。那我们要退出观战吗？要退出，要退出，把这人记录下来就行了。我已经发你闺蜜了。OK， 那我们直接退了。卡了，我这手机卡了跟个鸡儿虫一样。明天不用这个手机玩了，明天不能用这个手机玩了，这手机太卡了。我这手机，你等下一局死了之后，你可以直接退出来，然后点举报者，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截图上面是谁击杀者了。我记得那个名字，我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是。我也记得，但是我不知道闺蜜要不要截一张那个三十一群的这个鬼，他是三十一，三十不是三十一队的这个人，生叉叉生生 A， 我现在好卡，就这个，谢谢雪儿，谢谢雪儿的，谢谢雪儿的摩天轮，谢谢雪儿。我开高帧更卡，我开高帧更卡，应该是我的游戏的问题，手机的问题。没关系，兄弟们姐妹们可以去下载一下这款游戏哦，这款游戏非常好玩，非常可爱。然后你们就是你们可以加我好友啊，接下来我将会在我的好友加我好友的人里面随机选择一位同学中到我们的1000元的现金红包哦。然后你们可以在那个啥，我在这找朋友，然后你们可以加我啊，加我的好友，然后等一下我倒数个10秒钟，你们加我好友，然后我在里面随便选取一位同学哈。10 9 8 7 6 5 4 3 2 1，高帧是什么意思啊？是我要把这个游戏里面设置高帧吗？已经是高的啦。然后我将会在好友当中随便选一个，我把眼睛闭上啊，我把眼睛闭上，然后我随机选一个啊，随便滑一下吧。10 9 8 7 6 5 4 3 2 1，我点到了吗？我点到了吗？点到了，那么恭喜这位鹿次元二，鹿次元二的这位同学，恭喜你中到了1000元，请这位中奖的水友将自己的个性、个人姓名和支付宝账号以及游戏信息截图发至屏幕上的官方领奖邮箱，就这个邮箱。
0004-00-7850LLQQ.com， 把你的个人资料和你的个人姓名、支付宝账号发到这边，他就会把1000元红包打给你的支付宝，恭喜你！小年糕咋了？小年糕哭了。我刚点的，我睁开眼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啊。没事，每天都会发的，不着急，么么哒。然后你这位同学，请你记录一下这个那个啥啊。你可以记录一下，哎，这个好也可爱。这什么？背包？这个就那个就可以直接买的那个。这个啊？哪个？我现在有点延迟。我要开这个。哦，这个鸡是吗？这就是那个女神节里面的。那个鸡可以买吗？可以啊，就是你买这个盒子就可以，就刚才你上面那个出那个衣服的地方就可以啊。那个鸡那个背包，你是喜欢鸡那个背包是吗？女人一旦消费起来，在乎别人说什么。哦，月亮的惩罚！我想要那个双马尾，那不给我双马尾，我想要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月亮惩罚超适合你，因为它是个大肚子。是吗？你什么意思？你骂我？嗯，没有，我就说这个形态非常的可爱。我笑了，我真是笑了。团团这种圆乎乎，就那种感觉。今天晚上也会有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它每次一下就下一个星期，它好有钱。人家广告陪玩，人家广告试玩都是一天一天的试玩，他试玩他是7天7天的试玩，很厉害，猛得很。这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充这个呢？哦，这个要充值的是吧？那就不充了。我不会把金主爸爸给你。一个星期的，我就一次用完了，不会吧？不行不行，等会的，等以后没了再充。之前去年跟娜子先说大娘他们玩的时候，他们每天晚上还要玩，他们下了播还要玩，还要拉着我一起玩，玩疯了，上头！我跟你说这游戏。这个就很憨了呀，这个就很憨了呀，这个表情，怎么一个牛仔靴也是算是史诗级别的呢？太扯了吧！叮叮叮，我把钱全部抽掉，好不好？好不好？你今天把钱全部抽掉，然后明天你看上线，会不会有田螺姑娘要跟你充满了呢？叮。对呀，这个真的不好看，像个儿童，这个就很稳重。为什么我这个券券还没有1500？我想换。就是你要消费才能有1500啊，宝贝。哦，那我把钱全花了。花吧花吧，咱们家不差钱。哇，这个好看，套马的汉子。什么鬼？又是什么鬼？你怎么老喜欢这种东西？我跟你说，上一次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好家伙，玩7天充了10000多。自己充，我跟你说。你之前玩那个的时候，打这个广告，反正之前你代言某一款游戏的时候，每天充满，每天充满。对对对，当时充了好多。我记得有段时间你代言什么游戏，你的我就要花什么游戏，我就玩自己玩上头了。对对
你就是自己比你的代言费还上头的那种。好多衣服呀，它这里面衣服挺多的哈。嗯，就是特别。没了没了没了，画完了画完了，画完了还不够换一套衣服啊？这个怎么领呢？哎，看广告可以免费获得钥匙，开通免广告，要钱钱，好吧？可是你不是缺的是？哎，你差一点了耶。200多，嗯，你要不要等明天了？等明天我们看一波，会不会有田螺金主给我们？这个好看，什么东西好看？吹，你看到没？可以把你的动作换一下。哎，这个好可爱，气泡。这怎么配饰呢？把你的动作都装备一下，哦，你到时候进游戏你就可以给他们跳舞。嗯，爱心打扁。对的对的，新年好啊！动作，哇，这个牛逼！发红包，变身。巴拉巴拉巴拉，棒！哎，这个好，这个也好，适合。你的这张脸做什么动作都很猥琐。你换个脸，你做一个动作，然后你再换回来这个。感觉这个动作做什么都好贱啊！你看这个，真的好贱！没有人想给你，别说这走窄了。这个是啥？这个更你，我觉得这个脸就适合那种娘里娘气的那种表情，就特别贱，你知道吗？这个太猥琐了吧！这个太搞笑了，这个真扭屁股，真太猥琐了。还有抖胸，抖胸，不行了，不行了。没有跳伞的载具，还有小猪的载具。对，我今天还碰到那个球了，它有一颗球弹弹弹，特别可爱。嗯，我知道，我之前玩过。哼，等一下啊，换一套新装扮来。你看，还有好多这种。吃面吧。这个面面好像没有抽到什么好看的了，没有抽到那个双马尾。哇，这个不行，我要换个可爱一点的。其实这个还挺好看的。贫瘠哪个？要不就换这个皇冠的吧，但是我觉得这皇冠的头发不好看，换个面部我受不了了。我的挺好看的呀，可是你把这个脸换了，啥都好看。真的吗？真的，你试试。这表情太贱了。这个呢？对呀，你看你换任何表情都显得你贼好看。你换那个表情就行了。我还是觉得这种搞笑的好看。我还觉得这种好看哎。那你就这种，遇见你的角色你高兴就好。哇，这是什么？这个没有。
是抽了一个那个大肚子那个雪冰院那个吗？那是在连体里面的。连体，这个好看啊！哪个？是个小马儿。哎呦，这个水冰月的好看。嗯，水冰月好看吧？我就说特别适合你，圆咕隆咚的。嗯。超可爱的。嗯，好看，这个好看，这个马儿也好看。是的，那个马儿刚才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可爱，但我觉得水冰月更可爱。是的。换个好看点的鞋鞋，穿黑鞋鞋，穿一个这个鞋，白鞋鞋，穿个白鞋鞋。它底下不是有一个黑色，黑色，哎，这个，这个，对对对，就这个上面有个蝴蝶结，就黑色玛丽珍那个就很好看嘛。黑色玛丽珍。对啊，就这个。这个我觉得还没白色的好看。把脸部换一下。那个萌妹体育课也可以啊，那个萌。哇，这个表情配的好好看。真有颜值。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好看，好看，好看，好，你突然就美了，真的，你突然就美了，美惨了你。或者这个白色的头发。我跟你说，你就这个脸，你就算你配刚才那个蓝头发，你都美，真的。果然是发型脸部的问题，是脸的问题。这脸长得好看，你啥都好看。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就穿这个了。好胖，好可爱。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看，好看，好看。无敌，无敌，无敌！打一把吧，我带你打一把。我们玩那个普通模式去。走走走。我应该叫个美少女肥团，我现在应该叫自己。你有改名卡呀？你可以改呀。不改，就这样吧。你换模式，你要换那个普通模式，吃鸡的模式，带你吃一把鸡。哇，这个游戏好治愈，感觉就整个人都被年轻了，有没有？我看双人的啊。好，我感觉人整个就变年轻了。我刚才第一次进去，我就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所有的枪支，就 PU 什么 M4 啊什么，就全部变成那种可爱的那种卡通版的时候，我觉得好可爱。它的六倍镜、八倍镜全部缩小咪咪一点，哇，好可爱。啊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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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谁杀人杀的多？好啊，我刚才上一局吃鸡，我杀了，我是 MVP， 我杀了四个人。好啊，那简直不要太棒棒，好不好？但这个里面有很多人机的，小团他嘎了，小团没电了，小团到点了。你看我，你给我跳个舞呗！你刚才那个，你刚才选的那个动作，你给我弄一下。就这个，那个牛之舞的特别好看。为什么我不是最帅的香肠？他们是优选香肠，意思就是他们很厉害的那种。你又没玩几把，你怎么可能是优选香肠呢？他不是穿衣服穿得漂亮吗？我怎么把队长给你？怎么办？怎么办？宝贝，怎么办？怎么办？转移队长，转移了。二号成为新的跳伞队长。怕个菠萝，这都是人机，不用害怕的。你飞起来是粉红色的，哇，真好，大佬就是漂亮。我们去跳那个坑怎么样？这坑怎么样？去这吧。
我目前只是一个普通的香肠吗？你目前就是那种不怎么有钱的，不怎么厉害的香肠，但是你是个有钱又漂亮的香肠。好吧，能不能松手？你自己跳下去吧，你还不松手？不这样，不爱这样。耶耶耶！我去左边搜哈。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废墟，彩虹岛废墟。他为什么不帮我自动捡枪？你可能没有填自动吧，我是自动捡的。啾咕啾咕啾。哦 ，M4。哦，卡的一匹，我该怎么打人呢？等一下。换子弹怎么换啊？自动的，我是自动换弹。哪里自动换弹？它没换啊。那你去设置里看一下，设置里是可以填自动换弹的。不是自动拾取步枪，然后自动换弹。没事，你放心看，我保护你，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近你。还是没有自动换弹，那我该怎么换弹呢？谢谢我雨夜哥的冬日恋歌，谢谢我雨夜哥。什么声音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废墟里的声音，没事，别怕。哦，这是换弹。标记目标点。谢谢雨夜哥的。有人打你。谁在打我？我放左前方。哎呦，天哪，我太卡了。好了吗？人机。已经死了。人机，这是个人机。是人机，谢谢雨夜哥。我不管，我杀一个。我不管，我杀一个。我们一比一打平，好吧？好。战场很焦灼。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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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哪？你又躲着我杀人，你是不是背着我杀人？没有。你怎么突然跑那么远？没有。画面选择流畅就不卡了。你现在就是为了杀人，你等都不等我。塑料姐妹情。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开枪，设置开枪的。你不会不知道怎么飞吧？不知道，你教教我。就在一个高空中，你只要在一个高空中跳下去，你双击两下跳，你就会。哎，有人射我，有人射我。还谁在打我？我已经杀三个了。凭什么？就很有压力。你这杀都是人机小学生。你人吗？小学生你还舔人机的包？你看我飞，你看我飞。你飞。哎，我怎么飞不起来？看到没有？
我老是自己开枪怎么办？我不知道这怎么设置。变大大。你哪是自动开枪？我想变大大。咚。为什么要变大大呀？我也不知道。呜！哎，有人打，有人打，有人打。你好大一只啊，我踩死你。我大不大？你好大呀。我也可以变大，你等我一会儿。你变一个。等会儿有人打我们，宝贝。大不大？看看。挺大的，你有那个肚子更大。我们现在去哪杀？还剩75个，不够我们俩杀了吧？走吧走吧，我们去杀人吧。呀，我变小了！啊，我怎么学不会飞呢？我觉得这个设置设的不好，我就不会开枪。没事，下播我手把手教你。神秘的道具出现了，什么鬼？神秘道具。哎，又有人打。哦，这样子挺好的，是我打的。什么神秘的道具？哦哦哦哦，宝贝宝贝，你是不是被外星人抓走了呀？我飞到船上来了。你上来，底下有阵风。你就可以上来了，在底下。嗯，宝贝，你那有个人，哪里？等一下，我帮你揍他。还需要你揍吗？小啦。嗯。嗯，独自灭队，帅呀！宝贝，你就底下有阵风，你就在那个风的那个地方，你上来，你就能上来了。对对对对对，往上飞飞飞！不想收东西了，我感觉这些是不是都是人机呀、啊？后面，我之前去，你现在还有70个人呢。你之后到那个圈5号圈的时候，就好多都是就是真人，不是人机了。嗯，你下去了吗？换一个好的二级头，没有。走吧，下去吧，我们。走吧，走吧。这个圈怎么说？我们现在在哪儿？标记目标点。玩这个有点。前面防区冲一波。之前玩的都忘了，我之前玩的。这还有掩体，可以搞掩体。等一下没掩体，还可以打掩体。无敌，它这个就是比平时 PUBG 就是它道具会更多一些。我刚才看还有那个水球，就是我之前捡了一个，就是那个海王卡，就捡了那个卡之后，我就根本就不怕有人朝我扔燃烧瓶之类的。嗯。这是什么啊？空投吗？好像是，在那个红色的地方，是不是？走吧，我们去看看。你觉得我们能吃鸡吗？哎，右边有人打我。嗯？
右边有枪声，我感觉到。哎，你这是右边吗？不是，刚才真的右边有人，在你屁股后面。还有哪里？没啥事情。在这呢。左边，左边，左边。这都是人机。我们段位太低了，我们得到决赛圈大概十几个人的时候，这都是真人了。我觉得我的灵敏度有点快。我也把灵敏度降低了，我之前就灵敏度太高了，我就有点难受。走。是不是啊？又卡了。走，梦往圈里面进吧 ，Come on！ 你不是想去红色那看看吗？黄色、白色标记有人，黄色是枪声哦。这么复杂。我估计我昨天没睡好，我今天脑壳好容易发晕。有枪声，宝贝，后面。后面吗？今天你确实睡太晚了，你中午十二点才睡。我今天要早点睡。刚才 SW 方向有人开枪。哎，那边有人轰炸！哦，我上天了！我直接过来了，我直接飞过来了。那边有个黄色的，要不要去看一下？走呗，走呗，走吧。突然感觉玩这个游戏了之后，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那你不就只剩八岁了？那确实。这个黄色的光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刚才标记的点啊，宝贝。哦。我们刚去的这个深坑的。好吧。我不会被炸死吧？你不会在这个游戏都会被炸死吧？应该不至于哈。呦，有点东西，我要赶紧走。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最后的决赛圈。那我们就在这待着，还是我们去找人？去找人吧。当当当当当。我太卡了，哎呀，我先吃口面，我的面来了。要不然就在这待着吧，我去侦查，你去没吃口东西。哎，来了，没事，你吃，我来下。他们都打不到我们。哎，又有人，这是真人。你屁的真人，这哪里真人？他会走路啊，这个真人我们就嘎了。亦不可能，我跟你说，我今天打那一局最后那真人比我还憨憨呢，他这个游戏里面真的会有真人吗？会不会一局全都是假人？不会，我刚才都吃鸡了，我遇到真人了。不过我那个是四排。我的天，你竟然都能吃鸡。我主要是哎，你看这种击倒就是真人，宝贝，就这种击倒他不是直死，他有个对付这种东西的就是真人。啥呀？那是因为他还有队友活着。什么东西响？飞机，我们家直升机来接我了，就是公主的身份藏不住了。我笑死了，是你。还有谁？还剩三十个人，吃了呀我们。我觉得我只要站在这里不动，就会有人机过来找我。哎，我去前面给你看看，怎么了？有人揍你？没有。
我就趴在这。你先吃面，整的面了。趴在这。你先吃。这游戏会有人玩、嗯，可能年纪比较小吧，可能比较幼稚。但这种游戏说不定玩的女孩子还挺多呢。这个叫童趣，说不定呢。对呀、啊，多可爱呀、啊！我又一个变大大。这画风。你看这画风多可爱！我在这个游戏里，我觉得杀人都不可怕了。哎，有人，你背后，我击倒了。这是真人宝贝，我绝对是真人。这边有人打我！哇，他好大一只！是我好大一只、啊、是我这是我像你像一个那个一样你像一坨一坨好好说你像啥我像啥我像啥好好说你像一坨嗯巨人好好说你变小了我小了哎哎有枪声有枪声有人打我哎前面哎后面也有在这边、哎、这是哎右边也有右边哎杀了他俩一队的对呀他们肯定是一队的呀我底下磕个药我现在血是满的吗你现在好像不适合你血不满不是你吃个止疼药打满这个游戏还能打狙啊对呀、啊、它还有八倍呢你捡到没没有我就不打狙了吧太难了我觉得哦我发现这里你吃了那个止疼药之后你移速会加速哎是啊这不是废话 PUBG 里也能吗啊、哦、对呀哇哦天天哇哦你是真的憨这石头上有空投嗯对刚才有空投你去填哪里啊没事啊有人打我有人打我哪在打我在房区里面好像先把这人杀了前面那个山头往前翻宝贝这么远往前翻他们应该在圈边那个山顶上哦我看到了这是真人这绝对是真人对这是真人这是真人我先爬下来他们就在那个山顶上宝贝就在那棵树上对就在前面你别动了你别动了啊、哦、我来这不行我要卡死了我的天、啊、你先打哎呦我太卡了哎呦我妈完了我裂开我直接他们这一顿猛操作我直接画面卡死了我根本就打不到人了确实他们又是扔什么炸弹又是什么飞速什么太卡了我这手机真卡呀我的天哪我淘汰七个你呢嗯你怎么退出来呀这点右下角退出观看我感觉我今天不舒服早点下吧不舒服这其实已经到了12:40了。我今天好不舒服，我感觉今天玩那个游戏玩的我好难受啊。好了，退了，退了。欠瞌睡，嗯。不玩了，不玩了。嗯嗯。